Good morning, Jesus. 有所讲真系你姊妹，大家晚安。现在去荷兰十个作来看下咧，龙基相关第八章二十六节。以色列上帝啊，求你成就按你罗卜我被代笔所应允的话。兄弟姊妹，成功是在乎你得到你想要爱物件，幸福就是喜爱你所得到的。真侪人用未少的时间咧祈祷，你按上帝要求伊想要爱的物件。反而等用真少的时间，按上帝来感谢伊已经有的物件。咱按着上帝求足济的物件，搁较济会在乎咱想要爱的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伫祈祷的内面，咱所想的，是毋是咱的祈祷是真正上帝所要爱？还是讲咱干那为着求家己的益处？祈祷乃是抓着上帝的应允，并且所生上帝给咱的恩，有两个水桶，伊到你一个，这个水，这个啊，这个井的边啊时阵，一个是笑容满面，一个是忧愁艰苦啊。这个笑容满面的，啊，就问这个笑容的这个水桶讲，为什么你拢未笑？这个人，这个水桶伊就安尼讲，伊讲每一遍当我想到要离开这个水井的时阵，无论我装偌济的水，最后拢是空。伊就问讲：“啊，为什么你会当欢喜呢？”这个水桶就该回答讲：“当我每一遍登来到水边的时阵，无论我有偌空，来到家总是会当满满来离开。”兄弟姊妹，这段圣经是所罗门王所做的祈祷。你注意看伊祈祷的内容，伊伫这个所在，唔是讲伊偌聪明，伊偌有智慧，伊偌牛。伊反倒登伫这个所在，伊讲求你成就，按你罗卜我背。代笔所应允的，所罗门的祈祷里面，伊是干那抓着上帝的应允，并且不是指着伊家己，那也是指着伊在今日所承受一切，拢是对伊爸爸耶稣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伙三个伫主稳定的中间，每一个组织，互咱抓着上帝应允，并且咱做伙来所生伊予咱的恩，做伙来祈祷。特别在靠你面前恳求你教导着阮所剩家己的日子，予阮会当知影，阮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愿你个爹灵因带祝福今仔日的聚会，接来阮正人伫你面前用心灵个诚实的敬拜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家里的一家。